行了啊，行了，行了，我知道，对，开心了啦。呀，我知道，对，这首啊，把那个新闻直接好，是到北方，从高吃不灵了呢。太对了，龙宁。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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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这样苗菜。当初就是这个苗菜为什么那么大呢？就是你是怕外来的队伍来侵略，所有的苗族都集中在地方，然后在这地方就一直生存下来。所以现在来说，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里有个世外桃源。再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现在才把这地方公布于世界，人家才知道所有的苗族人原来这里还就是那么淳朴的、能歌善舞的、勤劳勇敢的在民族在这里。所以说现在这个千步苗寨现在就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苗寨了，全球最大的一个苗寨了。刘小木呢？但是呢，这里他来访呢，你要刘小木的，你要别待那刘小木还落手了。你家刘小木呢？你落手了，你呢？他乌也我找我找呢。那马里老人家在他现在那边，他乌嘛这么给呢呀？这么给的，从人他大的人找，人家待那种个就是刚就要给是吧？你是到干那找你啊？来马里啊？老婆他呢？到干那路你待那种个就是我找我找了。政府嘛，你老婆在的我讲到是那样，每路上每路没人来，你去一盘了嘛就抢一盘，又来二百盘了，这头头还点路上没了，来包点被窝，来没路上没了呢，但是那来再靠了，你后面再搬了呢，路内地路上没的了，吃不了呢。
也要来政府嘛，你帮了好点。我讲了嘛，老婆好点，我看路呢怎么好接近呀啊，这样的路啊，夜里你那你去跑到你怎么路上么？那那么比了我给好点嘛，比了装点点点的好点嘛。问的是布谷山农高龙白狐狸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侯月江，苗名叫查金发。查金发，农农白狐，白说人呀，侯林家，侯月江。侯月江，侯呢？姓侯，侯月江。你都隔身后多路啊，绕呢，路绕呢，狐狸家。这子叫什么名字？这里是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路对起来怎样？贵州西江菜一绕，一菜一路，没一菜一路绕呢。路绕了呢，莫个地能扎中国的家。这个地方有多少苗民？这里有有1500多户，然后人口有9000多人。路绕了嘛，一村一拨一能么嘛，走村都能呢。路绕了呢你都莫不知谁能蒙一道路绕了。这里有多少姓氏在这里居住？这里有有姓唐、姓蒋、姓杨、姓李、姓侯，有五个姓氏。路对起来怎么行？唐、行后、行行蒋、行杨、行李，莫指路神书。路绕了呢，你都出现在莫里家了了。这个地方历史有多长？这里已经有了800多年的历史。你都等莫要一半都凶，我一半都凶了。一波凶了，一波凶了。你不打开道门去跟狗，慢慢路路都说的到包子路上了。请问你可以用简短的历史来把这个概括一下吗？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是以前蚩尤的一个后裔。他叫尹虎飞和莫虎飞两兄弟，大着。到逃难到黔东南这边过来，然后至今已经有差不多800多年的历史，现在也是属于在全世界最大的苗寨，也是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你怎样落对钱了吗？怎样孟子语的孙子的对钱？你怎么奥义那个叫后来讲叫什么名字？这两家木不是木木什么的那个？尹虎飞、莫虎飞。你怎样奥古地尹虎飞他莫虎飞呢？自身呢？嘛要对对钱了，要对那兄莫一般都兄楼，当然嘛，发展的担保呢？要对钱了，整转正了，置办了，整要子孙后代都代代都要好了了，路上了呢，老太担保了家。这个寨子它有多宽多大？一个有6-7平方，公里这样差不多。6-7平方还是6-7千平？这个具体这个数字可能我还是不大清楚。Okay. 你上门，你拿上你周下盘。那的什么？好，你还莫搞叫人到开机，上到那就知道，你是说到包容了。要有50亩，这样差不多。只叫一个，只叫盘一个，到广东呢，你到路上了呢，找能多筛选，多筛了多 visit 了多那呢，一弄了多中国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每天你们觉得就是外面的人来常逛逛的。就是有多少人口？每一天像现在的话有1万多人，像平均就如果到旺季的话，一天有十几万人。但是呢，为了这北郊，这一弄了点么子搞盘来弄，但是走路时候点点弄就讲话呢，么子搞得盘来弄，搞得不来一弄是，要么。好多年你不要靠叫给拉给路了，走路热路热那天了家。他说：“这个你们觉得
因为这个就是我就是所有人来观看，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把这个寨子推广出去？我觉得现在我们苗族一直在逃难，然后好不容易我们把苗族的祖先把这么美好的一片那个苗寨保存下来了，然后现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也让我们苗寨的旅游业越来越好，也把我们苗族的文化推广向了全世界，让更多全世界的人了解苗族的，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苗族。非常特别感动，你还对啊，可能对方的唯一对啊，北蒙也还能一直用开着我这弄，这么疼。但是北野一路上，你要到那等待一上上盘，上盘上来了，但是那路政府一上来，路地铁一上来，那个叫北开北路上蒙，北路上蒙了上盘上来，你也靠开着点，等那地铁那多少北，靠给那路之外讲，你也靠掉我这北，蒙着再给我明年到的。好的，只有这路上那人要做靠不同屋了，在那那起码给要开门开牢一下，你家都你家个那哈开不到，你家都中风时的哈包诶，其中你背哦又开门多少，得去老做了，得去捏拉，得去抬了。他说是一个什么原因？我们这个苗寨你保持的那么好，然后不像我们其他这些苗族一样，我们的祖先在中国，但是我们会跑到其他国家去，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想着奔跑一个好的地方去。但是为什么这个苗寨呢能保存的那么好？这个苗寨它现如今保存这么好，首先我们这里以前的话交通是比较封闭，所以越落后的地方它就越容易把这个文化保存下来。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政府在打造这个旅游业，所以现在也有政府的在投资的力度，包括在文化的包装，也把我们这种苗族的文化发扬光大。你的唯一讲路上了呢，有人到中文了呢，唯一到路上了，人家这一口钱在差不多，什么给要通门的上着，别因为中海太大，别到处到门，别听人家到肚里啊，什么人也多晒脚的，别什么人也多个。包到北京门，人都陪着背。但是呢，都是那政府用了，你要等那点多了，起码给找找那些政府来包背呀，梦也叫那正经上来可以给大发着背。小楼梯里多少背梦，背他们给人落给外面的人点灯了。这里要走路，这路上人家走了，人家走不着点灯了了。在这个苗寨里面，已经是几代人了，有几代人？据我们的祖先回忆下来，已经有15大人左右。这里叫老都还老，夜里叫更狗都还老，狗吃点呢，好路上呢，到尿路上呢。搿的古种先生哦，到到宝路上呢，一路上梦我拉扯不了，人家红点点了，古到了宝。啊，你不摸路还到中梦，一到得去美甲，得去泰，得去拉扯的，还点个扯的好多山路上那天。他说。根据他怎么这么多地方，第一个苗寨他看到是在天底下最大的苗寨，然后呢你作为这里的一个领导，你有没有话对全世界的苗族，因为你这个计划是要传播给全世界的苗族的，能不能有什么话能代表这个苗寨的领导向我们全世界的苗族说一声？首先我们是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是也是属于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我觉得希望我们苗族的同胞能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客，也到我们这里来来指导。我觉得我们苗族以前一直都在逃难，现在我们好不容易今天有这样一个发展的平台，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做客，还有互相的交流。我觉得寻根问祖，我觉得我们苗族能够，像特别像今天美国苗族的同胞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感觉好像是，就像亲兄弟一样，非常的高兴。我会翻译一场的，你要稳定了，你逃开个石头。
你要得知道，你要得路上是艰难，你他再到谁了背着梦，你端起石头，他正经第二的背还梦也还能，一直得走求错错路时候，不头一背着包工也走，你要是走路好像坐着，你平时得走前个门前，好像了要，绝对得走前摸的。唯有还能一还能的晒被子倒，但是被人家看到了，但是那被完没了，他就晒了叫蒙人的感动了，多到被路绕拐走新疆，多晒被叫蒙，被人容些在倒冷，被人我被路晒被子多早冷的要有万有罪，操我心了。你那，你我哥，你爸的哥的哥，一天跟天隔离，被老没干了，爸的用钱都太太多。ไม่จำเราเต้ตัวชีโตนึกปอเป้เนี่ยนึกหาสารจากนึกปรุงเชียร์อยากไปปรุงเชียร์ตรงชีโตปอนึกเทียน今天他想说一下就是代表我们就是你看到我们从美国泰国还有一些从老国的没有来但是我们都苗族然后呢你看到我们的心情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看到你们的心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到了家里面你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我今天看到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一看他就是我们苗族人一看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的亲切就像今天我们的主持人今天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游客你其实就是我们的苗族同胞就是我们的兄弟今天心情非常的愉快一定要问对了你逃开了你说的包含点你宝贝石头，错还能，种的比较木米家，被多做弄。你知道宝一好种来的，被爷爷家你多想找。宝家你自己让梦中的有真能，让我找干了找路弯路走了。你只摸路些啥的，你爷爷家能多接得球，你爷爷家能找干了有弯路走了，有真能行吗？啊，我看到我又在想我手机了哈，你在想？啊，他们那都找。好，就是鬼畜的打扮，那种装束。他唱歌的样子，你去给他唱，你能听吗？他是美国的苗族邓丽君，他唱的歌他唱的歌相当于是跟是苗族界的邓丽君的。我们都听不懂啊！北孔湾呢，它是就在这北面好，如果我们就学不得你们知识了。那。你们叫那个吃饭是怎么叫？肥皂包，肥皂包。江西庙嘞，是哪个江西庙？
我不知道这边师傅在这儿有几年了。这里啊？嗯，很多年了。你包的菜叫菜的熟了呢，开到熟的包还得，都卤煮呢要都特煮着卤煮呢，要菜孬嘛要滴叫那木工往白贴，滴叫孬要煮了要那落糯那木工往白，要来都多在卤着呢老晒，都特煮着呢，天呢都特煮着呢好到菜，熟的，给叫菜叫我那包要熟的熟那的。一度发大了，一度它煮热了，一度那木工们白了，都在一烧起来煮。我一代晒，一代摆的那布，都都煮热，都能卤着。菜片多一点，多早，它趁那天多早都煮热，到在呀，中差不了起来。我一代那摆了，一代那我晒那布都能。阿才父子。阿才父子。这个就是老板阿才，他姓侯，是我最好的兄弟。这好兄弟，我们现在别做。都知道，你做你工都知道，都懂了。嗯。都知道，是小听到了。嗯。古人梦，古人跪着梦，故能比往北红。就刚才我们进西街苗站，会说苗语都免费进来了。你好，路上呢有个在了梦，干了的到，是把了梦退一步，个人干了进干了，让得个。你管你来不来，这里是苗站。你来这里必须花钱。在高原老就是老娘的高的那种梦干老的听念高级也梦干老的听念。不过路还只有种梦你的前面干的前面的前台的前面烂。我是苗族，我是贵州的苗族，是地地道道最传统的苗家人。我也梦过一个真梦过一度能真正的梦你要走。有一栋梦的店，你要到过去。以后苗族人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到任何地方传播我的光和热。我们苗族人不容易。要电路能当灯呢，要北海梦去往走过来，往走呢还好多梦梦，故意转的黑走北梦。最后我祝天下我们苗族人在他乡第一个。注意身边左右前后的安全，还有一个锻炼好你们的身体，我很快就和大家来见面。头个呢骨头还各种点等来就猛晒得你那个头头个你晒得你肉晒雪你都看你肉个你那个你肉身体那骨头晚点穿你晒得心情相当于一起来做事。现在就是一家人。啊？那边坐在你那边。等阿才，等阿才来坐这里。阿才，这主人家坐这里，在看董事会。坐我旁边，好不好？我们三个就坐这里。没事，你坐。好，然后坐这里，你坐这里，帅哥坐一个，你坐在那里。他这里不管过年什么他都不涨价，按正常的价位走，所以就是他是以诚信为本，所以我也喜欢交实在的朋友，这些虚的东西我都还有一句话就是看看看那几个地你要弄到干了晒的，你老弄到干了老摘了晒的呢？我回来。老摘，老摘啊，老来，老说摘啊。老来，老摘。老摘啊。我但是好怕摘啊。
我跟你喝，好，你是我的师傅，没有，我是玉龙，这里的家，嗯，就这里。